思维也不可以思维，所以严结经这么说，有作思维从有心起，你有所种种的造作，有思维有心，有种种的造作，有种种的造作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起啊，就是妄想缘起，都是六尘的妄想缘，就是啊攀缘的习气，非实心体啊，这绝对不是清净的本心。那么以如空花用作用此思维便于佛境啊，那么犹如空花复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意思是说啊，如果我们用了妄想心，就像空中有花，空中有花用这种妄想心便于佛境，佛境是不可思议的啦，没有病态的啦，来辨别佛境，就像、啊、空中开花又在空中结果，那妄想里面更增加妄想。为什么空中本来无花，是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啊，我们眼睛有毛病就看到空中有花，再看到空中结果，不是妄上转妄吗？就辗转妄想不无有是处。有些人问百丈和尚云，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啊，啊答，一切诸法本不自言是非垢境，意思就是一切境界本来没有是非跟垢境，也无心系缚人，也没有在捆绑着我们。底下这一句最重要的，注意看，但能自虚妄计着，做若干种解，起若干种见，生若干种畏爱，畏就是恐惧跟贪爱。你看看底下这一句，就是一针见血的贪，但了诸法不生不自生，皆从自己颠倒取向而有，都是我们妄想颠倒执着才产生这样子的痛苦。知心与境本不相道，因为为什么心是心，境是境，心也空，境也空啊，本不相道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联系。这一句就是当体即空的意思，在形容当体即空。本不相道就是没有从上面一秒钟来到我这一秒钟，这一秒钟也没有来到下一秒钟，可是众生乍看之下好像有联系，有联系。比如说我来讲的话，从出生到现在，好像我从小成长一直长大，这是世间啊的生命的角度来说，这样讲是正确的。可是站在我们体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分每一秒当体即空，对不对？你说我前一秒是我，那这一秒是什么？这一秒是我，那下一秒是什么？我在哪里？那如果说我有存在的话，那有一天死掉了，我又不见了，四大分散开来。所以这个本不相道，知心跟境，那就是自心跟这个境界本来通通是没有连续的，意思就是都是无声的意思。本不相道是形容无声空的意思，当初就解脱，一意诸法，一意诸心，当初就寂灭。所以你能够可以把一件事情弄得很大，就法官的自由心证是很可怕的，他对你有成见，你惨了，你完蛋了，完蛋了，真的。他也可以把一事情弄得很小，任何一件事情，除了你，除非你杀人放火，证据确凿，那不然呢？很多事情都是可大可小的，任何事情都可大可小。我们的烦恼可以没有，你可以一大堆。所以圣人呢，他的生命是很单纯，他有什么事情他没有，他不计较，他没有得失，他没有来去，他没有增减，你用什么方法要让他烦恼，那更不可能，对不对？圣人你想要让他烦恼也不可能。凡夫是把单纯的一件事情弄得非常复杂，痛苦对立，吵架，这个一天到晚都是这样执着放不下，没完没了。凡夫就这样子，哎，所以啊，圣人过的日子啊，哎呦，那真是真善美啊！凡夫过的日子啊，现在还没有下地狱，现在已经在过地狱的日子了，现在就在过地狱的日子了，啊，节外啊，横生节之，哎，一天到晚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烦恼的不得了。不过保护自己还是很重要啦，啊，你不能把每个人都，虽然是凡夫来讲的话，不能把每个人都当作是好人呐、啊。是不是？哎，有一个人啊，有个小学啊，小学才几年级，是
五六年级，好像在大寮这边呢。他下课啊，然后他是太单纯了，你呢有个坏蛋呢、啊，他在告诉他说：“哎，我载你去啊，找你爸爸，你爸爸现在正在生病在医院。”哇，那这个妹妹一听到的话，哇、哦，那很恐惧了。很恐惧了，那他爸爸生病了，哈哈哈！这是有心的叔叔还在，再去了，再去强暴，又把他杀死了，又把他杀死了。所以啊，我们呢、啊，现在的台湾治安呢、啊，亮起红灯来，亮起红灯来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啊，一到每到晚上啊，啊，我们来早一点呐、啊，哎呀，到家里啊。早一点回家，听完课、啊，尽量啊，那、啊、比如说啊，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回到家尽量就不要出门，尽量不要出门啊。目前啊、哦，等治安好一点就比较好。所以啊，因为我们呢自己虚妄的执着，所以一产生这种恐惧或者贪爱，但了诸法不生，即从自己颠倒取向而有，因为我们颠倒一直拼命的执着，活的是痛苦不堪。喜知心跟净本不相道，当处解脱一诸法，一诸心当处即灭，当处是道场。有本有之性，不可明目啊！不可明目就是说明指示于人呐、啊，明目。那我们本来的清净自性怎么能够讲呢？没办法讲了。嗯，什么是清净的自性呢？以下这一段、啊、你就好好的听，念一念，自己念一念的，本来不是凡，清净自性空无自性啊，不可得毕竟空。我们的清净自性本来不是凡，那也不是圣，凡圣是对立的，圣人是对凡夫讲的，凡夫是对圣人讲的，不是义，不是智，不可明啊，不是垢，也不是净，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是垢还是净啊？亦非空有。亦非善恶，若与诸染法相应，你跟这个烦恼颠倒见相应，名众生见，绑得死死的。若与诸净法相应，清净法相应，名人天二圣，因为有染污就有清净，这还是对立的。若垢净心净，心净垢也没有，净也没有，净的念头也没有，垢净心净，不住系缚解脱啊，也不着于系缚，也不执着于解脱啊，无有无一切有为，无为浮脱等心量，等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啊，毕竟不以诸虚幻尘劳应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住啊，就是远远的超脱，迥然无住就是远远的超脱。一切不拘去来无碍啊，不拘就是捆绑着你，一切都不拘就是不着，一切花不执着，一直是一把你不丢。我们一着一动动念就可以捆得死死的啊！记住，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跌入低谷的时候，要赶快调整；自己情绪高亢的时候，要赶快调整，赶快调整，赶快调整啊！免得、啊、被业力所牵呢、啊，现在不自在啊，你命中就免谈呢、啊。现在要培养自在啊，否则你命中就免谈。一切不拘去来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视啊，门一开，去来自在，去来自在。懂得这个法呀，我们做法师的人啊，将来就不会啊，一天到晚的、啊、攀岩信徒。啊，也活得比较有尊严，哎，一切都是活得那么自在洒脱。再来，世尊最后垂示应尽还原品，这是《大般涅槃经》啊里面的一个品啊，《大正藏》第十二册三告之文呢、啊。《涅槃经》这么说：十世尊如是啊，逆顺入诸禅矣，普告啊大众。啊，就是第一次啊，啊，这在旁边呢、啊，再写个一告，因为他讲了三次嘛，在旁边写一二三的一告啊，普告大众，第一次告诉大众，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大地寒深呢、啊，
如是三界根本性理，性理的旁边写个，就是离于自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根本就无自性。无尽性也底下挂乎没有永恒性，是故名为空。性理就是无自性，无自性的底下挂乎就是没有永恒性，没有永恒性，故名无性。毕竟即灭呀，同虚空相。毕竟即灭，一切都像虚空一样，所以生也不可喜，死也不必悲呀。生死本空啊，啊，涅槃本无啊，不可得了。一切法如同虚空一样，无名无事，没有所谓名相，无事就也没有所谓分别心，都是因为我们不解人生跟宇宙的真理啊。如果我们了解的清净自性，有无名无事，永断诸有，你就不会贪着这个了。你自然一切知道一切都不可得，如同虚空，那你今天贪嗔痴不是多的吗？对不对？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那有什么关系呢？哎，所以永断诸有，本来平等的，无高下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系缚，不可解脱，无众生，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世间，非世间啊！意思非世间就是世间本空，非世间，哎，非就是变成说要承认，就是不可以说没有世间呢、啊。意思就是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啊。涅槃生死日皆不可得啊，二即平等，二即就是对立，世间出世间，涅槃生死是对立啊，生跟起啊是对立，尽跟灭是对立，一切都没有，高下是对立，见闻是对立啊，系缚解脱是对立，这些都是二即平等，就是对立平等啊，没有对立。等诸法故，闲居静住，无所思维，心啊彻底的放下，无所思维，也没有什么造作，心不着，没有我执，没有颠倒见，没有分别心，没有生灭，无生自然现前，究竟安置必不可得。从无住法，无住就不无住着，从不执着一切法，法性思维，法性的一切造作，断一切相，就是不超一切相，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为什么要这样子观照呢？法相如是，一切相就是这样子。你拼不拼死命的贪着，到最后也是不可得。其知知是者，命出世人。如果你这样子的开悟，你是出世超越生灭的人。世事不知名生死死，这样不知道无生的法，你就是生死的开始。汝等大众应断无明，灭生死死。那、啊、灭这个生死的开始，意思就是动念的意思，动念就是生死的开始。你想脱离痛苦吗？很简单，无念就不会痛苦，无心就摆脱痛苦。又复告大众，在旁边写个恶告，第二次告诉大众，前面写一告吗？现在是恶告，复告大众，第二次告诉大众，我以摩诃般若，我以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啊，无系缚着，无系缚者，无解脱者，无足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诸有，诸有就是三有嘛，本来清净无垢，无烦恼，与虚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哎，是不平等，非不平等，意思就是说啊，不平等，当体即空，也不能说不平等，因为体上是平等，所以就是非不平等。尽诸动念，思维心喜，一切的这种妄想心，全部都体窒息，因为追求做该做的工作，认命接受一切的境界，然后啊，了解毕竟空不可得，一样这样过日子。哎，如是法相名大涅槃啊，真见此法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名曰无明啊。注释一：复入超常
从初禅出乃至入灭尽定，灭尽定就是阿罗汉的八九次第定，叫做灭尽定。超出啊四禅八定叫做灭尽定。从灭尽定出乃至入初禅，如是顺啊，如是逆顺啊，入于超禅，超禅矣。超禅这个是一个名词，是指佛以及菩萨能够超越上下啊诸地而随意入出的一种三昧啊，三昧叫做超越三昧，也可以说是佛菩萨呀，他们不必依照初禅二禅啊，到这个四空天这样九次地定，那是阿罗汉的次第。超越三昧就是他们的定可以随时入随时出，本来就不出不入，超越一切的位次叫做超越三昧。三昧啊，就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直到啊这个四空天的最究竟的飞翔飞飞翔，这样有次第的一步一步进去，这是有次第的。那么超越了这些次第叫做超越三昧。这超禅已复告大众，旁边写个三告，第三次了，是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名本寂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可得，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因之业皆系解脱，无名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以是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啊啊。那么名大涅槃，到这个段落是三告了。如上真实慈父啊，广大悲心啊，不可思议。三告之文或有偶是教者啊，遇到这样的教导，可以折骨为笔啊，剥皮为纸，刺血为墨而书写之，不可顷刻暂忘，暂时忘记啊，忘掉，刹那失照。且如第一文里面说，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啊，大地寒深，如是三界根本性理毕竟即灭。第二文里面说，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细皆究竟。第三文，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名本性，性本解脱，它本来就解脱，谁绑着你啊？谁绑着你啊？你师父啊，救救我！谁绑着你啊？还要我救啊？对不对？我给你真上缘啊，救还是靠你自己关照啊，放下呀、啊。是以遍法界内，尽十方中，若有情若无情，若有性若无性，山河大地草无界人畜，界就是小草了，大草跟小草了，草界人畜啊，不在三界，不出三界，不随生死，不住涅槃，皆同真如一心妙性，如是性解，顿入一圣，更无秘文秘密之文能出师职。复曰：四谛门中凡圣天劫，凡圣天劫如天地之悬殊了，就是天劫。就四谛，就是生灭的四谛来说，流布的四谛，世俗谛了啊，就是世间的生灭相来说，就世间的生灭世俗谛来说，凡夫跟圣人天劫就是差距太大，就世俗谛来说是天地之悬殊，叫做天劫。凡夫心外立法，妄执所见所闻，圣人寂了一心，云何同凡之见呢？这个是啊，就这个角度啊，平等的角度来问难。答：圣虽知见呢，圣人虽然也有知见，但是呢，了加两个字，但是常了悟虚，再加两个字啊，意思才显得出来。圣人也有知见呢，但是呢，常了悟虚。圣人当然会有知见呢，比如师父也有这个看法呀。可是啊，我了解我的看法只是方便说啊，是不是？你说交友，我也跟你去交友啊；吃便当，我也跟你吃便当啊；出国，我也跟你出国啊，对不对？我有的看法啊，可是我不烦恼啊。啊，你世间的看法，我有这种看法嘛？对不对？我常了悟虚啊，如同幻生啊，如同幻化而生，无有执着啊。如《大涅槃经》里面说，迦叶菩萨说：“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烦恼之想生一道想，如果因为啊。”因此啊，烦恼的想，因为这样的烦恼的想法啊，生一道想啊，因为
因此这样而产生的颠倒之妄想，那么一切圣人也实在有妄想，一切圣人也实在有颠倒想。哎，颠倒想的旁边写个世间的想法，世间人的想法，在旁边写的世间人的想法。因为圣人一定知道世间人的想法，比如说这是讲墙壁，圣人讲那也是墙壁啊，他要跟着世间人讲啊，所以道想是世间人的想法，但是呢而无烦恼，圣人他没有烦恼。世间人讲那是花，他当然就讲花嘛，那世间人讲那是俊男，那是俊男，那这是灯光，那是灯光嘛，总统那就那是总统，那当然要这样讲，那是美国就美国啊，是不是，他一定要这样讲，跟着讲嘛，跟着世间人的颠倒想来讲嘛。但是他没有烦恼，为什么？他不执着嘛。是以因何？这是什么道理呢？佛言：善男子，因何圣人而有道想呢？为什么圣人而有世间的颠倒想，跟世间人有相同的颠倒想法呢？迦叶菩萨言：迦叶菩萨就替佛说了，说世尊，一切圣人呢，牛做牛想，当然牛还是要做牛想啊。也说是牛啊，马做马想啊，当然也说是马呀。男女大小色彩车胜啊，都是讲男女大小色彩车胜啊，去就讲去嘛，来就讲来嘛，也是这样子嘛。是名世间人的颠倒想嘛，圣人还是要这样讲嘛，符合众生的颠倒嘛，对不对啊？底下加两个字佛言啊，他这里没有说啊，没有加两个字佛言：善男子啊，前面是迦叶言，迦叶说的吗？这一段是佛说。佛言：善男子啊，一切凡夫有两种想，一个是留不想啊，是留不想，旁边写个四个字，世间生灭，叫做是留不留啊，就像水流一样，瀑布一样，像水流瀑布啊，世间的生灭，世就是生灭啊，世间的生灭就像水流瀑布一样，看起来好像没有间断，的这样子一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就是世流不想，就是世间生灭。二叫着想，着想的旁边写两个字，就是执着，坚固的执着，这是众生。所以一切圣人呢，唯有世流不想啊，世流不世间的颠倒，怎么说圣人跟你怎么讲，可是没有着想，他不执着。圣人就是无这个伟大，就是不执着，是一切凡夫恶觉观故啊！恶觉观故意思就是观念错误、颠倒。恶觉观就是邪见的意思。一切众生呢，他邪见、颠倒见，一世流不生着想，对这个生灭的无常世间，竟然产生坚固的执着。明明这个是不坚固的世间，他拼死命的坚固的去执着它。痛苦的是自己。一切圣人善觉观故，就是觉悟观照。一切圣人非常的清楚，很真实的去观照这个世间，透视他的假象，于世流不不生着想，对这个世间的颠倒众生，可是他不生颠倒执着。是故凡夫明道想，圣人虽知啊不明道想，又以净本自空啊，何惜坏相啊？境界本来就是空无所有，何必需要去破坏这个相呢？是不是以心灵制造其假缘矣呢？我们心灵啊制造，又何必假借外在的条件呢？因为心灵不需要假借外在的条件嘛，清净自性啊，永恒是照啊，不需要假借外境啊，不同凡夫能所情执之见呐、不同于凡夫啊，这个能所对立。情执之见，是两个人吵的，是生命都快结束了。你从报章杂志，从的婚姻，就可以看知道这个众生呢、结婚是很伟大的。为什么？他不怕痛苦啊！这个情执之见呢、夫妻之间就没办法调整了，没办法调整了。两个夫妻吵到六十岁还在吵架。对不对？有一个法师啊，父母亲啊，吵了七十几岁啊，还在吵架，还在吵架。我爹可不给你，可能给你捆了。还在吵架。你看这个执见呢，这个很可怕的，坚持己见，这个没办法了，一吵到死。
我们不要做这个凡夫啊，你要炒你自己去炒好的，要炒面粉啊，炒肉丝啊，炒米啊，你自己去炒，对不对？我们有一种办法就是沉默，你先让对方一直发表意见，沉默，宽恕原谅对方，他的强烈自己的知见，他什么事情都会怪罪别人，对，一定讲对方不对。夫妻吵架哪有是讲对方对的啊？我拍谁啊？我唔对，我唔对，你敢讲你看？你我唔对，我唔对，一个个面对用看，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哎呀，包括我的父母亲，大哥、二哥、三哥，包括我的姐姐，我们这种婚姻，对不对啊？这种看法，说调整的很和谐的不多，不多啦。所以说这种情执之见啊，很可怕。朋友之间也是一样，这种看法不同是严重的痛苦啊，严重的、啊、缺陷啊、哎、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了，所以因此啊，我们一定要学一种修养，一种修养就是啊，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啊，我们呢、啊、互相尊重，有共识的我们谈，没有共识的我们尊重。你没有前提说他对方不对啊，对不对？我们还是凡夫啊，对方也是凡夫啊，对不对啊？底下说，所以造论说，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记住，你有所知就执着，你有所执着，你就有所不知，就是无明，就会产生无明。你有所执着，这句话就是你有所知就有所不知。你执着了这一点点东西，你就其他东西都不知道。一样的道理，你执着你的己见，人家就不跟你建议什么，你就有所不知。如果你心胸放大，你接受人家的建议，你知道的事情就会很多。不接受人家的建议，不是很聪明的，对不对？你刚愎自用啊，对不对？你产生的种种的这个执着，人家以后就不甩你了，谁跟你建议啊？对不对？你一个人跟一个团体相处啊，这几十个人对你的不同的看法，对，你还执着你的看法，你想你有没有病啊？你还不赶快回光返照？还坚持自己的看法，纵然你是对的，那你活得很烦恼，对不对？所以是我们有所知啊，我们纵然是圣人，我们一定要包容其他的看法，何况我们还是凡夫。所以说啊，有所执着的知，那我们就有所不知。以圣心是无知，无知就是绝对的知，哎，他不会安排啊，这个知见立知，他是绝对的知。无知就是无所执着。对，因为圣人的心是无所执着，所以无所不知。为什么？哪里都是不会颠倒啊！不知之知啊，乃曰一切知。所以经典说：“圣心无知，无所不知啊！”信矣，信矣就是确实是如此啊！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躁啊！啊，虚其心这很重要，虚其心就是空出一个心体来，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呀、啊，对不对？我们开车开到哪里都希望停找到一个停车位啊，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希望找到一个空旷的停车位了、啊，对不对？和你才能找到空旷的停车位啊！哎、那我何况我们的心，我们一执着，我们的心你安住在哪里？你哪里都停不住啊！我执着这个，你无处可安呢、啊，是不是？我们把心放大到像虚空一样的。就像一个大的停车场，你的车子开到哪里你都可以停车啊，都可以安住啊。我们使之自己的观念呢、哦、对不对？你们都开口就讲别人不对。嗯、啊、你那么搞，你三十个都说你不对、啊、你一个说你三十个不对、啊、你比较搞。哪有人这样的，对不？你是虚其心而实其躁，我们应当包容一切的境界啊，而实其躁，哎，来，是确确实实的来产生作用。所以终日知而未尝知，终日知，终日绝对的知而未尝执着一个知，连那个知都不执着。如止水见影啊，就平静的水，止水就是平静的水，平静的水啊，见影就是照射这个影像，影像一过去它马上照出来，体力能所之心啊，自然的照。这个一潭清净的水，对不对？一潭清净的水啊，这个东西一跑过去，影像就跑出来。他哪里有力能所之心？
净智俱空啊，何有绝寂之想呢？是楞伽经说，佛告大会，为世间以彼惑乱，诸圣异现啊。那佛告大会，为了世间以彼惑乱，惑就是无明，乱就是昏啊，惑乱就是昏乱啊，无明昏乱啊，诸圣也是现，但是啊，诸圣也是面对这个现象，不坏相，但是他不颠倒，不颠倒。人家说啊，那个是好人，那当然说，那个是好人啊。但你要这样讲啊，你不能说那是好人，但是是颠倒。你不需要这样子，对不对？强调我们是学佛嘛。来说，哎呀，那个是大善人，我们想，很好，遮鸠婆罗哦，我们了解啊，还是颠倒嘛。那是啊，遮鸠婆罗啊，好人，也是大善人，对，安尼对啊，随时颠倒就好。哎，不合乎，我们就跟着这样讲。那当然，你大好人、大善人还是颠倒啊，对不对？修修这些福报啊，不是颠倒吗？哦，我们知道颠倒，但是不可以这样讲啊，是不是？是诸圣异现呢，而不是颠倒啊。大会如春实宴，哎，春仙的春实宴，什么叫春实宴呢？啊，就是春天的火焰一样。这个群鹿啊，嘴巴很口渴啊，为渴所逼啊，看到这个热气，沙漠的热气啊，哎，蒸这个热气飘上来，飘在这个虚空，哎，好像是火焰呢，火焰它会变成影像，影像。影响，而且海市蜃楼，哎，好像对方有水啊，而且拼命的跑，对不对？哎，我就照跑到那个地方，哎，迷乱奔驰，哎，不知道那个只是一个假象啊，跑到那边，哎，没水。凡夫也是这样啊，无始的贪爱种子习气啊，内心贪嗔痴啊，外面再继续发现呐、啊，可爱所逼啊，一切的色境界妄起贪求欲乐，就是想要快乐。那苦就一直连续下来，就没办法停止，没办法停止啊！所以这个叫做春实宴。第二个就是火轮呢、火轮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呢这个火把，把火把速度转快一点啊，转快一点，哎，你看到这个火好像轮子一样，因为速度快产生错觉。其实这个轮子啊，其实这个火只是一个火把而已啊，火把而已啊。那我们呢，寻速度快一点，哎，好像一个轮一样的，有四节，第一点还没有看清楚，第二点跑到第二点了，第二点没看清楚跑到第三点了，啊，七点还没看清楚已经跑到终点了，所以我们这个点呢产生错觉，变成圆形的，其实它没有圆圈了，它只是一个火把速度快一点而已啊，错觉。就是这个春实宴呢，就是妄想追求火轮的不实在，垂法，那垂法就是眼睛啊，老年人了，哎。啊，头前一个电火条，给我闪开啦！你就讲奇怪，头前那一个电火条，为什么？哎，这大家看都没有啊！哎，明眼的人看都没有啊！哎，这个头前一个电火条，给我背走啦！那呢，结果是什么？哦，结果是那头发呀、啊，那眼睛朦胧，这个头发啊，挡住他的视线呐、啊，啊，个目睭雾雾啊，啊。哎，目睭雾雾啊！哎，结果这个头发垂在这个朦胧的眼睛前面看，前面有个电线杆，是不是啊？哎，这个叫做垂法，眼睛啊有毛病，然后啊看到自己头顶垂下来的毛发，以为是境界，这个叫做垂法。哎，垂法就像外道一样，执着自己的邪见，还叫别人呢、啊。你这个叫垂法，哎，垂法。这本来啊是异目垂法，异就是一个医生的医，底下一个羽毛的羽，我们常常讲那个异目垂法，目就是眼睛的目，那异目垂法才对的，四个字才对啊。他这里讲垂法是简单，这里讲钱达婆城，这个钱达婆城啊，就是哦，我们想着啊，日出的时候啊，哦，这个太阳一照射啊，看到什么城墙啊、楼阁、宫殿啊、行人啊，啊，日渐渐高的时候，哎，这个。影像就没有了，这比喻啊，物啊是幻有，实在是无，是虚幻而有的。就钱达婆城，就是哎，这太阳一照，哎呀，钱达婆城好像现前了。太阳再高照，哎，这个城又没有了。凡夫愚痴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认为哎，那是一座墙，城墙，钱达婆城，城墙啊，实在是没有这个墙，哎。
因为那是阳光一照所幻现出来的。啊，再接着就是幻梦镜像，啊，幻化梦或镜上的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然非不现啊，但是也不能说不现这个境界，只是我们透视这个境界的不实在性。是曰，注释这么说：上面的七种比喻，明镜即是一，一就是相同啊，虚妄的意思啊。上面七种比喻都是说明境界，相同的都是虚妄的境界，不实在的。而见有殊，而知见有所差别而已。而见有殊，知见就知见，而因为知见有所种种差别，然圣人用彼惑乱之境。无明混乱的境界，就是前面所讲的生灭的境界，一同凡现色等诸尘，一样跟凡夫现这个境界种种的成像。释迦牟尼佛成佛还是一样跟众生生活在现实的世间里面，但是圣人无念着故，因为圣人不会执着，而非颠倒。然圣人非不见彼惑乱法，但是圣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些惑乱法，见时正同水液镜像，看到时候跟水液镜像没有想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39页倒数第五行中间，龙树菩萨云：日光凿成，凿就是照射啊，这个太阳光啊，一照射到这个沙漠的土壤啊，尘土啊，微风再一吹啊，这微风吹之旷野中转，这微风一吹，阳光又烈，那么散发出来的热气啊，哦，就像火焰一样，名之为焰，啊，名之为焰。渔夫见云，愚痴的人看到了就说：哦，那是野马，哎，那是野马。意思就是说沙漠旷野当中的一种自然的幻象，热气啊，啊，然后经太阳光照射，风一吹，哎，看起来呀，好像是什么树林啊，泉水啊，可是一接近又没有了。所以啊，这个现这个野马，简单讲就是假象啊，不实在的幻象啊，所以这个叫做野马。野马意思就是热气所引现出来的一种幻象，也是不实在的。那么口渴的人看的呢，以为是水啊，流水啊。业报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业报也是这样，烦恼的日光啊，热诸行尘啊，诸行就是造作，我们一切的造作都是苦的。哎，邪意念风，我们的思想不正，在生死的旷野当中吹之令转，望见为人为鬼为男为女虚妄而见到了啊，然后可爱染着，哇，那这个多，哎，这个多，普天下的众生啊，这个五欲六尘啊，没有一个有办法呀，哎，看得透的，没有一个有办法看得透的，啊，单眠无疑啊，就单啊，就沉溺啊，不已，没有办法停止。不尽圣法，圣法就是佛法啦，无有视之，视之就是了之啦，没有接近佛法是没有办法呀，来透彻它，透视它，没办法的。今天的大家不学佛啊，100个就倒100，不是99个哦，100个是倒100个。为什么？比如说我来讲，我今天来讲，不碰到佛法，那可能就是社会上的企业家嘛，企业家嘛，是不是啊？那也许没有那种福报啊，干不了企业家，说不定啊，就像 D
电视的主持人胡瓜或者张飞啊，说一说啊，影星歌星啊来访问啊，怎么样亏，就这样子过日子，也许没有那么红，也许在光华路摆一个臭豆腐，啊，这很难讲啊，对，人没有碰到佛法了，大概就这样了，要不然就是做了事业很大，要不然就是政治家，对不对？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嘛。那公别差啦，哎，公别他规刚弄公别才威啊，是不是？然后抢镜头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不接近佛法，那今生今世就面那自己的不在，痛苦不堪呐、啊。就是给你名，给你利，也是很辛苦的。哎，所以这个政治上的东西就是，你隔来隔去，隔来隔去就这样子，很辛苦啦。今天我如果没有出家，不接近佛法，就是这样迷迷糊糊一直到死啊，那今晚嘛不知生几个啊，反正生理上早也不会等。所以这个佛法呀是很好啊，日子很好过。复火日外朗啊，火日就是日太阳像火焰一样的，从由外面照射下来，朗就朗照啊。水镜内照啊啊，那水镜啊，那是从内照出去的，因为它是底部嘛，啊，太阳光是从上照下来的嘛，那么水面的话是从里面照上去的嘛，那光在上为影，光线呢从上面透视下来啊，这个叫做影，比如说树的影子，阳光从上面一照下来，树有树影，人有人影嘛。光如果在下面的话为像啊，为像，比如说幻灯片啊，这样照过去啊，从下面照上去，这个叫做像，是影像啊。那么以明传，明就是光明啊，光线呢、因为啊这个光线呢、而能够传达，而像现以水，而这个像啊现在这个水面。形以日映啊，这个形体呢，日就日光，映就是映照，而光格为影。光啊，如果受到阻碍啊，它就会产生影像。这一定的道理啊。你说，我们这个啊，受到这个光啊，阻碍了，我们这个底下这个就有影了，是不是？光啊，格为影啊，光啊，受到隔阂了，它就产生影子了，啊。那么无论是影啊，无论是像啊，虽虚而所待妄有啊，就是两种东西啊，虽然都不实在的，是影啊或者是像啊，都不是实在的，怎么样？而所待就是所依的妄，而所依妄有，所依靠的妄啊，妄有怎么样？妄有虽空，这个虚妄的东西啊，虽空呢，而狂惑。而狂惑见之啊，迷惑的人啊，看到啊，就以为是真实的，狂惑见之啊，以为是真实的啊。一下啊，若见之已不狂，那么如果、看的人呢、他不癫狂啊，用不是虚妄的心看的形跟影啊，他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来自同一种东西，啊，你不能说影子不是人呢，因为有人才有形状，才有影子嘛，是不是？说一嘛，说一也不对，说一也不对了，它的这个形跟影一啊，意思就是不离的意思啦。那么像跟形是相同的嘛？人有人影吗？狗有狗影吗？那因为人形就有人像吗？啊，狗形就有狗相啊，一定的道理嘛。事法也是这样子嘛。众缘所起，起者之有，跟所起之缘都为空物，是缘起都不是实在的，你看我们呢，以前呢，看看那个于峰啊，在电视上啊，是不是？那很红啊。那么今天呢，他们坚持要这个法医啊，杨志松啊来解剖，然后入土为安，结果因为
他们一直怀疑这个黄文宁啊有他杀的嫌疑啊，他一定要做叫杨志松解剖。结果今天那个于峰啊，内脏剖开来，把内脏全部取走，那目睭已经用呕了去啊，就说内脏挖开了。我内脏做什么呢？看他有没有死亡以后，再故意把它上吊，先把它弄死了，再上吊，这个就是谋杀。对，检验内脏就知道，检验要一个半夜才出来。你看这宜芳的母亲呢，现在看到那个黄文玲，哇，痛骂呀，推呀，挤呀，怎么样？啊，痛苦啊，是吧？以前那么漂亮的一个，啊，一个这个上电视的啊，或者是一个歌星啊，演艺界的这样子的，啊，宜芳算是五官算长得不错嘛，哈、啊，蛮漂亮的嘛，哎、欸，你看到你就会吓死了，无目睭哦，乌掉啊，捐赠啊，然后这内脏又挖去啊，因为怕有他杀之嫌呐、啊，他家人一直不给他入土为安呐、啊，内脏全部都挖走了，剩下一个空壳子，然后又冷冻了一个月，然后要准备要入土为安。你看一个，我们中国人讲的死要全尸的观念呢，通通没有了，都挂了了去啊，挂了了去啊，啊，对呀、啊，看一看这个世间呐、啊，就是这样子 啊，俱为空物，空无所有。无一义也没有所谓一，也没有所谓的义。人以虚妄疯病啊，颠倒故啊，这个颠倒啊，就是世间人啊，就是一切众生呢、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颠倒啊，就是无明，没有办法分辨真相。有一次啊，我在看那个 Discovery。这 discovery 本身来讲的话是一种 knowledge 智慧的东西，那里面有演了一些亚马逊河或者是一些非洲的或者生物南北极的生态啊，一些海豹啊，北极熊。 discovery 这个频道我觉得非常好。那么有一次哎，打开了看着看有什么看，哦，给我很大的启发。哦，这个犀牛，这犀牛，我看了这一段呢，感触很大，啊，跟佛法很相应。他这描述是这样子的：他一个医护人员呢、啊，哎，到非洲来，那么差一点就死在犀牛之下。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两只公的犀牛啊，为了争一只母犀牛，因为它公犀牛发情嘛，哦，发情啊。时间到了吧，哈，因缘具足啊，啊，就发情了，哈哈，哎，结果两只公的犀牛啊，要争一只母犀牛，结果那犀牛啊，那一发情起来的脾气很暴躁，很暴躁，两只犀牛就这样子，没怕来个，你一个高官嘛，一个啊来个，哦，结果两只啊，这弄得啊、哦、很凶，结果有一只啊。被那个这犀牛的脚啊一下刺进去，哦，那刺到这个一的左大腿的这个那个地方，深入差不多6-7公分，啊，血流如注啊，然后开始发炎，然后把那个丢过了胸啊，那就好几天呢，哎呦，去泡水就开始烂发炎，然后他这个是国家的这个公园里面呢有这个管理员发现啊，就请这个专家要来治疗。他结果去的时候，哎呀，看那只犀牛躺得奄奄一息的，哎，结果这个医护人员呐、啊，在毫不知情之下走进去了，也准备要把它勘察。哇，这个犀牛、啊、一下子啊，一转身过来啊，哦，都被赶打啊呢，就是要吐啊，就是说要踏杀啊、碰到的人呐、啊。他这个人是好意啊，要救他啊，这个因为畜生呢、啊，没办法分辨呐、啊，什么是好坏啊，就。哎，要让他死啊！哇、哦，那个医护人员啊，就弄起来就丢挡胸啊，命难关啊，抬走了，那又救不了，他这里开始脓烂了、发炎了。那医护人员判断了这个犀牛啊，再活没有几天，如果再不紧急救援的话，把他治疗的一定死的。后来没办法，就打无线电了，无线电就叫那个啊，叫那个哎，空运的那个枪啊。枪那个麻醉枪来，哎，那犀牛的皮很厚嘛，结果用那麻醉枪来，哎，然后
把他弄得很重的麻醉打进去啊，亏欠趴下去，哎，慢慢哎，跳不掉，搞不掉，哦，倒下去，然后赶快啊，赶快在他昏迷的时候，哇，那个手，我们他那个洞有多深，你整个手伸进去啊，都可以伸进去啊，哎，那难得是啊，被犀牛角哇一刺到，哦，那整个手，他的去消炎的时候，整只手都放进去啊，然后吓死人了，那个，啊、哦，犀牛太多家，这个给我们的很大的启发，这个愚痴的众生呢。你想要救他，他有时候会伤害我们。方法错误的话，哈，那你惜歹心啊，那你惜歹心啊。佛法虽然是很好，佛法虽然是很好，但是你想救一个愚痴的众生呢、啊，有时候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啊、大家的毁谤，甚至伤害我们，这真的、哦。因此啊，这个叫做颠倒啊，颠倒啊。你不救他，你知道他一定死的。你要救他，方法要正确，要正确。所以说呀，如果说我们有发一个善良的心呢、啊，要救度众生，你不要以为佛法可以救度一切众生的。有时候这众生的业障非常的严重的时候，卡在那个地方，你救不了的，你救不了的。你要救他，他以为你要害他，就像这只犀牛一样的，就像这只犀牛一样的，哎。因此啊，这个颠倒故哦，这个我们体会很深呢、啊，体会很深。底下说不应见而见呐、啊，点啊，按一个能见，一个所见，是不是、啊？不应闻而闻呢、啊？哎，用妄想心而闻呢、啊？若得大慧之明啊，啊，这疯狂心就习了，就无取见，就没有这样多余的分别了。又般若无知，般若是一种没有执着的知啊，无知，但是不同于木头跟石头，不是有知者啊，非同情想，情想就是妄情执着，嗯，古德云，佛见无我，不是无知啊。啊，只是，但是就是只是，只是不知之，啊，不立一个能知，立一个所知，知只有绝对的知。我们一分别，那就是立一个能分别，一个所分别，啊，那我们自性，但莫着，这个知就是绝对，所以分别不做分别想，所以但只是啊，有佛见无我，不是无知，啊。佛见到这个无我，不是世间的草木的无知，啊，只是不立一个能知，不立一个所知，没有能所对立，绝对的知，啊，不见见，不立一个能见，一个所见，单独一个绝对的见，啊，以知是不知之，所以我们了解不是立一个能知所知，所以就是无心而不知啊。哎，就是无心而不知，见是不见见，我们这个见是绝对的见，见性就是心，就是见，见就是性，没有二。哎，不见见，自性本自有见，不需要另外立另外一个烦恼的我执分别颠倒之见，不要加强加这一些，那么就是绝对的见，不立一个能见，一个所见，所以无色而不见，所以没有一种色法它能够起烦恼的，通通啊。见的绝对是无色而不见故，这样故无色而不见，无色而不见故，因为有不见见也啊，因为不立一个人见所见，所以啊啊无所不见，无心而不知故啊，因为无心所以不立一个知，所以因此啊不知知就是不立一个能知，也不立一个所知，因为无心呢就没有强加一个知。以无心而不知故，就因为我们的当体即空，所以啊不加一个知，但知而已，不知知，不立一个前念的知，或者后念的知，前后念的存在就会变成能所。如《净明经》这么说：所见色已盲等，哎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色法呀。啊，跟如同一个眼睛瞎的人一样啊，眼睛瞎的人都看不到啊，这对象也看不到对象，
是不是啊？哎，他意思就是说啊，讲到后来就回归到这是一种比喻啦。啊，我们再看下去就晓得他在讲什么。说所见的色跟盲等，你如同盲人一样的，盲人就无所见呢、啊。哎，那么一个无心的人就是见无所见，如同盲人，盲人看也是等于不看一样。那么一个无心的人呢，看跟不看。